这球敲到了中间方向，郭天健扑下去完成了接杀，依然逃不过天网。郭天信漂亮的扑接美技让这个半局画下句点，龙队仍然是2-0领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天信，我是林孝成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加入频道会员，每个月75块，可以看到更多独家内容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